小走一步啊，就能边缘去打伤害，是吧？不要太耿直了，很多人这一耿直，耿直打野大法不好。哎，我可以早点回来，不然这个技能不好使。到四级，我要起飞了。伴随这首 BGM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段、两段 ，A 一下二技能下接，是不是可以拿塔？哎，这个塔在这打我，别打我！还好大克没看到。那个小兵是假的吗？嘿，吃不吃？嘿，吃不吃？我会，吃不吃？永远让你很生气！啊，错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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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躲、啊。买装备，告辞，怕怕，拜拜。瞬息刀锋，走起来！是吧？很多人不知道李白回去的位置在哪。你现在就应该清楚，你要记住你自己的这个身位在哪，对吧？闭嘴！好，我的队友需要我，我马上前往支援，过去刺他两下。一次，二技能，休想再吃！是不是？再见。懂我意思吧？他这个行为啊，已经被我看穿了，出来就是送。讲多道理，姜子牙来了，二技能躲，哎呀，我再次大招，呀呵，闪的不错。刺 A 刺 A 二技能回，三下。过去大招再接，完美，对不对？简简单单，问题不大。吃口药，看一下上路还有谁来守。他们这一盘阵容太脆了，我们在这里看没，这个位置很不错。为什么不错呢？因为这里有个野怪，一二三四，一段吧，两段啊，这个接大招啊，毁，懂我意思吧？你看到这个中路有人，然后这里有野怪，你自然而然联想起来又有人，一段，对吧？两段，二技能接大招，毁！不雷啊！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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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A 惩戒，是不是？拿蓝，问题不大。赶紧吸点血，好，现在哎，小心，不怕，我在，给了一炮，给了个大招，中路有机会，这一波怎么操作？想一下，我的队友没有过来，下路有机会，刺过去，再刺过去。二技能溜了，不敢打了，没有人跟控，在这边看到没，在这里打那怎么办？刷这个暴君，懂我意思吧？四下走过去，一段两段接大，我接个鬼的大，他把我震了一下啊，没事，哎，减速好恶心。好，继续，一二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呀，一段两段二技能接大招，是不是接一手惩戒毁？行不行？吸血，阿珂是不是要过来？我们站在一堆，不怕，我有二技能，有大招，拿个红，问题不是很大。所以说啊，你这个打团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看旁边有什么可以刷大的东西，是吧？眼疾手快，这边打起来，这边有东西可以刷吗？对不对？你要第一时间能判断到哪里可以刷吧，你判断不到的话，直接投铁上去刚不太好。上路也打了，是吧？上路这边打起来，赶紧看野怪有没有，是吧？野怪没有了，问题大不大？野怪没有了怎么操作？野怪没有了，我们当然也可以操作，直接一段刺，是吧？走过去，
我二蛋吃一手成剑，一手二技能，技能吃口腰，没事是吧？这里有野怪了，懂我意思吧？是吧？一二三四，守塔啊，守塔啊，是不是？然后继续刷这个野，然后他们那个上路塔就肯定要掉了。捏了个大招是吧，一段两段不急，二技能接大招，强行要把这个塔给拿掉，再回来继续刷是吧，再威胁中路，这里有个野怪害死他们，一段走过去，第二段接大招，一手二技能，一手主技，再接回，是不是？继续拉这个野怪回血，一段二三有拉四，再过去再次 A 一下二技能大招回，是不是？一二三四继续刷，敢守中路，守中路就得死。这边是吧？走过去一段，第二段 A 一下二技能接大招 A 回，买装备继续拉是吧？把这个野怪拉一下，拉一下拉过来。可以不急。二三四，这里中路一段吃口药，走过去 A 一下二技能接大招，一手惩戒直接刷，这个人死了。好，这边用完了后再用这边，是不是 A 二次二技能补一波伤害，直接大招，哎，刷反了，没事，问题不是很大，继续拉一个野，看一下这边怎么打。一二三四，一段两段二技能接大招再回，这里有野怪请求集合，帮我保住这个野是吧，拉一下拉过来，二三四走过去，中路肯定有人守了，一段两段 A 二技能回，不急，上路这个兵是不是我们在这边刷大招一样的，就不停的利用这些兵线野怪，不停的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，这个时候你要当心了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人在哪是吧。一段 A 一下二技能 A 惩戒 A 接大招躲他大招，懂我意思吧？你这个尽量卡技能啊，卡了技能后差点把自己卡死了，但问题不是很大，继续拉这个野怪，一二三四走过去，一段再走过去，两段接大招他回，不急，二技能躲一波子弹，继续刷，一二三四是不是把自己血给刷满，有了，走过去一段两段，先把这个兵清完再回来，不着急，这个蓝 buff 我好像现在拿一下，不然我这个刷这个速度好慢，有了，一段两段，一手惩戒二技能 A，问题不大，回是不是？继续刷这个野怪，拉一下，二三，有了，继续过去，一段，两段 A 一下二技能，再接，再回，懂我意思吧？好，这个中路塔终于被我们耗没了，现在他要进场了，砍了我一刀吗？没有砍到，但问题不大，再往那边走，这个塔怎么插这几下？二技能先躲一波伤害，把这个牌给点没后往这边看，没有兵线，下路有兵线是不是？我们就过去打这个下路，一。二，有点烦，吃口药，上路在守兵，不急，这边中路应该是可以拿的，就把这个牌给推了，谁过来谁就得死。鲁班差不多这个位置，刺 A 二技能 A 回，这边要怼我吗？我一手惩戒惩他，有大招，往这边刷大招，再刺一下，再拉走位，再往这边打这个红 buff， 懂我意思吧？请求集合，拉过来，是吧？二三四走过去，一段两段二技能接大招刷回去，再往这边拉，不急，吸点血，四下有了，一段两段，一二三，第四下走过去刷大招，一手二技能 A 一下刺，再拉走位，不急，去拿这个蓝 buff， 我现在已经没有蓝了，不敢浪了是吧，中路兵线已经没有了，没有必要继续打了，先把这个蓝给拿了，拿了蓝这里有个狼宝宝对不对，狼宝宝刷起来问题不大，这里好像也被移多了，这就不需要我去了吧，已经结束了啊，游戏已结束，大声告诉我几杠几好吗，我的朋友，是不是啊？那些刷零杠十的，有没有羞涩的低下了头？看到没？
我在向往着看见，我不轻易叫神仙，我是最向往着看见，我的团队一时都成。